边边了，我整个脸就我觉得他这一集可能都会是以这个姿势在旁边默默的疗伤了哈。我跟你说，我说停才能停哦，真的吗？对不对？这个时候就平常看你表现还不错，好好好，来来来，好好福利一下了哈。福利呀！等一下，等一下，头发这门帘的部分，好好好，来哦。呼吸，呼吸在哪里？阿本，你好好笑。等一下，好，还不能停。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停！停！天哪！阿本整个超大气，你不是很开心要亲吗？怎么突然后面脸变得有点怪怪的？就很紧张，害羞。哎呀，阿本，我看你害羞连大气都不敢喘，快要窒息了吧？哎，给你这样的福利都不好珍惜，太浪费了。想说素昧平生的一个人，我为什么要这样？是不是？这怎么样？刚刚哎，经纪人有那个流冒汗的感觉吗？还 OK 啦哈，还 OK。就是有那个熟悉的蔬菜棒的味道又回来。想到上次的那个情况，也是这个味道。那所以我想问一个私人问题，就上一次是一次 OK 吗？还是吃了非常多？对啊，吃了不止一次。对啊，好蠢！你这个人上辈子是积了什么德啊你？那个导演非常的风趣，他怕现场气氛太闷。对啊，所以来一个这个戏码。是你故意 NG 的吧？对啊，没有，是啊，诈骗。好了，阿本默默的回去了，他还是没有，谢谢，没有这个福利。但是啊，好不好？喜欢哪一种男生？我喜欢有一点点坏坏的男生。乖的男生本堂没有，坏的我们比比皆是，来看看，一个比一个坏。我全部都变面线，虎牙子流马气的感觉，通通面线上身了哈。好了，这个坏坏的感觉，给你来挑一个，在我们书。蔬菜棒再来一记，这样好不好？好不好？再挑一个吗？对，坏坏的哦，最坏的。现在怎么都是这个脸？干嘛突然那种怪怪的脸？他在耍狠，他在耍，因为你已经演戏。有。同学阿粉，刚刚这样子，哦，照过来，照过来，这种感觉。华步就那个小玉。这么多一点点，真的很坏，故意的吧？果然是这叫做怎么那种叫什么那个掉马子不眨眼，就是这种。很坏的。好了好了，来来讲一下，你觉得我们若兰怎么样？超可爱的。还可爱吗？唱歌也很好听。谢谢。不要在那默默吃饼干，你有没看到？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合唱。你看人家不一定想跟你合唱啊，真奇怪。好了，为什么喜欢选到小玉？就是他刚刚也是有那个坏坏的眼神在吸引我注意啊。对啊，有，因为他刚跟王子那个碰到了嘛，有那个，所以现在补偿他一下。小杰立刻发出抗议的声音。王子，我想说你也没亏啊。好啦，小杰还在昏倒当中。小杰，我们等一下，我们就通告了。有没有？现在有这么多记者在这边哦，是啊，有没有？这私下邀约是非常在节目上是不能开玩笑的，好不好？好危险的，等一下在化妆间再要了，化妆间再要。来来来，蔬菜棒的感觉，爱的音乐，哇哇，还不能停啊！哎，还没停。鼻子啊，碰到了，啊，好可爱。
错啦哈，整个这个爱的连线的感觉也连到一起哦。好了，我们今天呢，其实呢，请若兰来啊，是除了这个啊，让你唱歌跳舞给我们看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很棒的这个好玩的那个创意大赛，对，创意比赛，我们需要你的棒棒糖这个无限大创意比赛。跟我来当一下这个评审，我们一定要好好表演一下，好不好？耶、yeah, ，棒棒糖 ，Go！ 无限大创意舞蹈大赛，来看看男孩的创意还有巧思吧。这个优胜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若兰亲自为你们准备的奖品，来介绍一下。对，像我面前的这个就是我的，会得到我的专辑《爱情无限大》，还有跟乐天小熊合作的这个大桶的饼干，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我有我的单曲，然后也有乐天小熊的零钱包哦。哇，就很多都是跟你有关的周边商品当礼物就对。对对对，外面买不到哦，真的，而且可以拿去送女朋友，还不错。没错的。那马上这个妹妹交给你们啦。好的，让我们欢迎第一组的小杰、毛弟、阿粉跟威廉。耶、程度，因为你知道吗？他们几个都是这个阿本，你什么时候学会那个就是翻滚的？对，哎，我刚是搞笑的，翻失败搞笑的部分。哦，有一点翻失败吗？哎，后面那两个没有什么感觉，来了，我觉得创意，对啊，很有创意，而且我觉得他们就是应该排练很久。然后刚刚那个爆米花太精彩了。还有掉到地上还捡起来吃，真的非常敬业。对，小杰，小杰，小杰，你看看，为了你，小杰，好了，让毛弟跟威廉整个拉拉队的那种融入有没有？有加分，有加分，出来真的是啊，不错哦，哎。爆点之外，还懂得秀出专辑来替自己加分，心情很重。不过似乎这轮加到分了。我输了，我输了。欢迎下一组的獒犬王子小兵小玉。公式又够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心不要怕。暑假不想，日还收场，陪你到海边光脚丫。我能想象，我像你一样，花飞就像天堂。你会不浪？